韩国男星宋承宪暌违四年再度来台，这也是他公开跟大陆女星刘亦菲的恋情过后首度来台会粉丝。一看到宋承宪在机场大厅等候的粉丝都陷入疯狂，而宋承宪也大方亲近粉丝，握手签名来者不拒，而在搭车之前还不忘摘下墨镜向粉丝挥手致意。这回他来台是为了要举办亚洲首场粉丝见面会，看起来即便恋情曝光也不减他的高人气。